慈禧死后有多惨？一名士兵壮着胆子把手伸进去，死命地抠出一颗珠子。下一秒，鹅蛋般大小的夜明珠照亮了整间墓室。而就在不久前，老佛爷下葬时，沉重的棺椁开始渗出猩红色的液体，一路臭气熏天，呛得老百姓直捂鼻子，甚至不远处还刮来几股妖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何死前享尽荣华的老佛爷会臭气熏天，令人作呕呢？那滩神秘的红色液体究竟是什么？保持住你的好奇心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探究慈禧墓背后的秘密。公元1908年11月15日下午2点，一代老佛爷慈禧在紫禁城永远闭上了眼睛。纵观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，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年轻时位卑忍轻，靠着隐忍、心狠手辣，一点点坐上高位，直到后来把持文武垂帘听政，将整个大清国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在他面前，小皇帝都要忍气吞声，一口一个亲爸爸的叫着。为了给自己过大寿，他居然拿着北洋水师购战舰的钱去大摆筵席装点门面，什么圆明园、满汉全席，不仅要技惊四座，还要独一无二，以至于那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。不料寿宴刚一开锣，八国联军就打过来了，而慈禧呢，居然喊出了宁与外邦不与家奴的混账话，甚至在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人时，还叫嚣着只要对方打不进北京城，就不要耽误自己过大寿这种疯话。结果呢，失去了弹药补给的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日本海军一锅炖，清朝也在老百姓的唾骂声中走向了灭亡。与此同时，有关慈禧墓的消息开始传遍街头巷尾。据说他下葬当日，仅玉石珠宝就不计其数，金器翡翠更是堆满了墓室。就在大家传得沸沸扬扬之时，轰隆一声巨响，东陵大盗孙殿英带着自己的部下炸开了慈禧墓。就在开棺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没想到，墓中的陪葬品远比老百姓想的还要神奇。一名士兵壮着胆子把手伸进慈禧的嘴里，忐忑中，他死命地掏出了一枚珠子。下一刻，整个墓室都被照亮了。众人望着这款鹅蛋般大小的宝贝，一个个全都露出了贪婪之色。在这里，钱堆的满地都是，珠宝、黄金、玉石得用簸箕去装。至于那满地的丝绸锦衣，更是随处乱丢，连做摸脚布的资格都没有。由于没有足够的火把，几个士兵索性捡起一段绸子，或者上面的金线点了起来。下一秒，墓室的景象令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一排排的陶瓷翡翠，成吨的陪葬品就那么躺在角落里。正中央，一口散发着金光的棺椁煞是醒目，走近一看，居然是传说中的金丝楠木。由于刷了749道油漆，表面溜光溢彩，呈现出五色斑斓。怀着忐忑的心，众人迫不及待地撬开了棺盖。下一秒，一具鲜活的尸身呈现在所有人面前，他皮肤细腻，表情安详，周围堆着数不清的宝贝，鹅卵大的珍珠，晶莹的玛瑙，流光的翡翠，铺了足足有30寸厚。女尸身上穿着金线织就的彩袍，头顶放着一枚玉石打造的凤冠，华贵间透露着一股说不出的威仪。最令人感到惊悚的是，她的皮肤纤细如玉，温软如脂，一点也没有死人的骷髅感，看得士兵们脸上不住的燥热。说话间，一个老兵油的壮着胆，就把手伸进了慈禧的嘴里。原来在众人嘀嘀咕咕时，他发现了老佛爷的嘴里好像含着什么东西，掏出来一看，居然是一枚硕大的圆球，上面散发着诡异的光泽，看得士兵们都愣住了。鬼，有鬼呀！你们看！忽然间，人群中响起了一个恐怖的叫声。原来棺椁中的慈禧不知何时变了一副模样，眼窝深陷，皮肤皲裂，仿佛一具埋葬了1000年的骷髅。由于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变，几个胆小的士兵当场就尿裤子了。1个月后，当老佛爷墓被盗的消息传入到溥仪的耳朵里时，他是又惊又气，但因为手无寸兵，只能派一群太监到清东陵给慈禧收拾，重新安排他下葬。岂料这群太监刚一走进墓里，一个青面獠牙、浑身长满白毛的怪物朝他们冲了过来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佛爷慈禧去哪儿了？这是中国考古界最离奇的一幕。那天，几个太监来到慈禧墓时，就发现情况不对劲儿。原来平整的墙壁不知何时出现了野兽留下的划痕，在棺椁的附近又发现了类似白色的毛发。就在大家一头雾水时，忽然间一头庞然大物冲了过来。它长得青面獠牙，血盆大口，满身的刺又硬又尖。虽然听起来有些玄幻，但这的确是古人对慈禧墓的描述。就在孙殿英率人炸开老佛爷墓不久后，民间传出了一种奇特的说法：那日太监们看到的怪物其实就是慈禧本人，只不过此刻的她早已变异了。由于不满自己被人盗墓，她的肚子里结出了一股怨气，久而久之，身体便长出了獠牙和白毛。当然了，这不过是神棍们捏造出来的故事罢了。所谓的变异，在今天的科学看来，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变化而已。在对慈禧墓进行重新勘探时，考古人员发现，由于地下暗潮常年不见阳光，这里的物体极容易腐烂，而白毛就是发生霉变的标志。再加上哄抢中，慈禧的尸体被士兵们随意践踏，最后丢弃在角落里，这反而加剧了尸体的腐烂。于是，1个月后，当溥仪派的人进入到慈禧墓时，眼前的老佛爷早就面目全非了。可问题又来了，如果慈禧下葬当日一切正常，那么棺椁中渗出的红色液体又是什么呢？为了破解这一谜团，专家们找到了当日的记录。按照史料的说法，老佛爷驾崩后，那是举国悲痛，以至于送葬的队伍绵延数里不绝。由于排场太大，光是走完全程就耗费了5天时间。这期间，挑灯的宫女、诵经的和尚、抬棺的力士、警戒的侍卫，洋洋洒洒多达10000人。再加上天气炎热，空气无法流通，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刺鼻的汗臭，以至于路过人群时，围观的百姓纷纷厌恶地捂住鼻子。至于那渗出的神秘液体，经过化验，原来是一种固盐永存的香料罢了。由于慈禧死后1年多才下葬，为了防止尸体腐烂，宫内的御医们便秘密调制了一种香料，和各种防腐药材混合在一起，倒入棺液中，以起到固颜永生的效果。只不过由于外表呈鲜红色，在颠簸中不慎露了出来，老百姓看到后误以为慈禧被天打雷劈，浑身淌血，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诸多流言。事到如今，一切都水落石出了。慈禧一生精致利己，为了个人利益，能置天下百姓于不顾，为了享乐，四处刮民脂民膏，到头来却落得个身首异处、多灾多难的下场。对此，您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